裴安，还有包括王涛、海峰，还有小野，嗯，同时还有我的舟山的来自郑钧、嗯、天远，还有杨唐林的作家加油、嗯，希望你们一定要不要太紧张，是是是、嗯，关键看你出什么歌了啊！对，对，主要是看你带来什么样的歌。首歌，请上林畅奇。如果是非常低的一首歌，那我们就会有一点点的担心跟紧张了。嗯、实际上，周坤是一个出道十几年的歌手，这个有你看嘛，就比我资历老啊。对对对对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第一，他的歌唱技巧当然是无话可说，不会存在着 key 的问题啊，大家双方应该能配合到位。但第二，他会唱的歌很多，谁知道他今天会出什么幺蛾子呢？那就看着呗。嗯，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歌。这是一首香港的四大天王，哦，我非常喜欢的张学友的一首老歌，哦，歌神张学友的，还好不是郭富城，我就忘了。但是这首歌大家一般听到的都是粤语版比较多 ，OK， 哦哟，那你要唱，所以今天是这个有记歌词的部分，对对，不要太紧张，歌名叫《我等的花儿也谢了》，好，谢谢两位加油了，我们开始。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，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，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，等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。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，我也不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其实我只是希望你又是想一想我，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。你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，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，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问我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